吃什么要干嘛怎么样，讲话比较大声一点点，那女生就唯命是从的把它料理好。但是现在我跟她生活，我觉得她把事情做得很好，不会让你觉得说你自己也没做好，你怎么样来约束我？对对，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开心。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最大的问题，你怀孕啊，这个不舒服应该都很正常，她比较不正常吧，我感觉。比如说刚开始不太相信，没办法接受，对，到能接受，很紧张。对不对？紧张的部分会让我觉得他瞬间的心智能年龄成长到超越我父亲，就是很爱念，那个念的频率你会觉得好吵，像我们好吵，就是好像我们很吵，尤其是孕妇耐心不好，所以你知道听到那个很像跳针，他就一直在那件事情上面一直念一直念。他又在讲些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就跟他讲说，就一天拖地。你顶多拖个一次就好了，可是他毛起来就是一直拖地，一直拖地，也没有，哎，没有骗你，我们家那一枚也是一样啊。对啊，就不晓得为什么，不是你做就一天天不是拖地啊？你跟我们讲，我们回家拖嘛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回家做这件事情嘛。没有，你们拖的没有我们干净。处女座是说你们拖的完了以后，他还要再拖一次。对，所以你们不理他。然后出去倒垃圾也是一样，因为他洗衣服，他最爱就是把衣服洗完了，对，然后再放进烘干机。烘干机。那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就处女座啊，她老公说啊，这样子怀孕很辛苦，我给你买一个洗衣跟烘干在一起的。他好失落，因为很有事情可以做，拿过去就少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衣服洗了，然后再摆到烘干机。那个是处女座很有成就感，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对呢，啊，因为我们当爸爸的，我们讲说，哎，千万不要，会不会动得太气啊？对，你会不会过度劳累啊？啊，这个我来拿哦。啊，那个长辈有交代，会举手的啦，要爬高台的，都不要做，都不行。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，我跟他讲，他都不会听。可是像宝妈跟他讲，迪英姐跟他讲，他就说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那我下次我就不会再做。那人家生过小孩，你没有啊？对，可是一样，像他之前去郭仁豪婚礼的时候，他偷偷带了高跟鞋去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就最近就穿平底鞋就好，不要穿高跟鞋。结果他下车前他就说，老公等我一下，我换一下鞋。我说你干嘛穿高跟鞋？我现场就先骂了他一顿。后来到楼上，到婚宴场所之后，宝妈看到也骂，迪英姐看到也骂，你现在怎么还可以穿高跟鞋？然后他就说哦，因为媒体要拍照，肯定要漂漂亮亮这样子啊。我说你现在挺个肚子出来就是最美的女人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不要在乎高跟鞋这个事情。要尊重一下人家婚礼嘛，因为我毕竟还是穿着小礼服，总不能下面穿个蓝白拖也很奇怪。你叫你穿蓝白拖啊，有颜色穿娃娃鞋啊。不是啊，女生爱美这是一个。真的没有办法，很难讲的事情。这个衣服啊，要配一套，对啊，对，这个是有些人呢，是跟体质很有关系，所以也不是说不能穿高跟鞋，但是跟有些人呢，哎，随便这样坐一下他就不舒服了，对对，有些人就穿着高跟鞋跑来跑去也无所谓，有的人还游泳，所以有很多的体质，那你会不会吐？不太会啊，不太会吐。通常是说完之后就开始吐了，哎，会哦，这个叫提醒。很难说。所以你没有吐过吗？很难说。他只有吐过两次啊，一次是突然很想吃披萨，那因为他平常都没有对吃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主见，那所以他难得想吃披萨，我想好，那就赶快买披萨回家，订披萨回家给他吃。后来他就一看到披萨很开心，就吃太快。然后整个就马上到厕所去，就啪，全部又在吐出来。那是第一次，五片哎，五片大。你那么饿吗？就好开心哦，因为那时候刚从日本回来，看到披萨好开心，就好像见到亲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打开披萨那，你就觉得好开心，因为想很久了，然后打开就一直吃一直吃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，只是觉得一站起来就觉得有点晕，然后就到厕所去吐。而且以前怀孕前他是不吃奶之类的，就是披萨cheese 那一类他不吃，他都不吃的，对。就口味改变味觉，改变味觉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是一定会的。所以，那你会半夜起来想要吃东西吗？我有，但是我会想清楚说我要吃什么，然后确定想清楚。对，就是我会想清楚。处女座真麻烦。我现在会确定我要吃，例如说我要吃的是咸酥鸡的什么东西，然后现在还买得到吗？买得到才跟他讲。然后那一次他是，所以你就非买到不可。对，因为那一次因为我们家住安坑。然后他那一天呢，就讲说他要吃大直的那一家咸酥鸡。好，安坑开到大直的距离，哎 ，OK 嘛，开车哎 ，OK OK，
山腰哎。对，然后开去来回就大概在三四十分钟了吧。好，那我就想，那你开很快哦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好，你想吃什么我去买。就回来路上，半路上他会跟我讲说，老公，我想要喝热的珍珠奶茶。这个时间我去哪里找热的珍珠奶茶？好，我跑到东区茶街后面那边去找。好，买回家之后发现一开门进门，怎么那么安静？电视声也没有了。然后后来上三楼去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好，睡着之后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怎么办？他好不容易睡着，因为很难受，好不容易睡着，那我舍不得叫醒他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你就继续睡，我就一个人跑到一楼去看电视，把咸酥鸡吃掉，然后珍珠奶茶喝完，然后难怪你比较像怀孕六个月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垃圾放在垃圾袋里面。隔天早上下来的时候，他比我早起床下来，他就坐在沙发上就很生气，然后说是你在气什么？他说你为什么昨天买东西回来你没有叫醒我？我说不是啊，我说你难得已经那么快入睡，我就舍不得叫醒你啊。可是我是等你等到买回来，我等到睡着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而且我就是要你叫醒我起来，我要吃咸酥鸡啦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心情就已经一把火已经上来了，可是就想说，因为白开水在里面，我就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吞好，对不起，下次这种情形我一定会把你叫起床，一定会让你吃。这样，你姓白，他就叫白开水；姓萝卜叫萝卜汁，是啊，不是。白开水在肚子里，我说你说的白开水吗？他叫白开水，因为暂时取名叫白开水，因为像妥中康康哥的儿子叫妥当，妥当这个叫甘丹，对对对，妥当。然后那个高山峰，他儿子叫高赛，对。那我姓白，那我很怕人家到时候会取一些那种什么白吃白喝啊那种什么东西，就赶快先帮他取一个名字，就先叫做白开水。因为白开水就跟 baby 一样，很纯净，很纯净，然后很干净，对，然后每个人都需要白开水这样。你不要乱喊东西，不然吃胖的都是他。其实重点是我只记得，我当下只记得咸酥鸡，我忘记我有叫他去买珍珠奶茶嘞，所以我生气的点。等一下，他们是怀孕的人会记性不好，对对对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完全乱掉，所以会变。然后在家里是你会看到小可就常常，比如说跑进厨房里面。然后灯开着，然后在那边等。我说：“老婆，你在等什么？”我不晓得，我进来厨房我要干嘛？我要拿。这是我们现在的行为。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他现在常常会这个样子，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。尤其是怀男生，真的吗？特别会，真的吗？对啊。那小可，你以后，我现在很惨，现在是笔记本要带着，然后每一层每一个房间都要放行事历，然后行事历。他们要每个房间放行事历，因为有的时候会不知道。下午要干嘛？然后不是我不知道，是我要知道他在干嘛。有时候我会突然 A P P， 他说你在哪里，然后就说我不是出来工作吗？对，这种完全忘记，会忘记，对，会忘记。有一句话说哦，好记性啊，不如烂笔头啊，就什么都要把它记下来。对，都要记下来，都要记。但是也很惨，因为你会忘记你已经记过了。要不就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 memo 已经写好了，贴在电脑前面，出门忘了带。忘了带，然后或者是我想说，我贴在车上，然后开车的时候可以记得要去买什么。不行呢，你贴半天，你还会把它撕掉，说谁在我车上乱丢垃圾。